见到你真热闹咧，啊唔过就当处长，我应该有讲过，八零会馆无欢迎你。只要找酒档来啊，明仔歹势啊，是因为本档伊最近伊的状况方真袂放心咧。袂放心是我手的这杯咖啡吧？就当处长，我顶摆经伫你面头前，甲咖啡碗拎落去啊，安尼敢讲无够？咪啊，卖插面啦！这是我的咖啡啦，我讲无问题就是无问题啦。歹势哦，无闲做恁。王导，稍等一下。是各位等下啦。警务社长、副社长拢到位啊，看起来恁有所准备，我得配合恁。我搁做一摆澄清，伫大家的面头前证明我的人格。若无消息，若是传出去，我的生理就免做啊。好，咪啊，歹势，麻烦你。我袂爱袂讲啥。就当处长，我搁一个条件，若是这杯咖啡无问题，我爱你答应我做一件代志。好，无问题。就当诶。阿咪啊！你创啥？你连问拢免问，只阿傻你，你直接去应好我。咱今日来这开始做些咪啊困了，我答应是应该。而且我相信咪啊，绝对袂叫我做出伤天害理的代志。司机无变色，无反应。安尼代表咖啡内底无掺物件，真清气。大家即卖会当放心吗？老爷啊，警务社长，恁两个哦，卖搁了小对象啦，无就是无，啊，唔去甲咪啊回事嘞？唔免回事嘞，就等下给你拄啊答应我的条件就好。我当然会记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你讲。真简单，稍等下，老师回答我的问题就好。稍等下，时间差不多啊，人应该要到。明姐，就夫人来啊。私底下见面时阵，你是不是有讲过？若是我经济上有困难，你愿意出手跟我斗三工？老老实实回答。那是因为我是依然是朋友的立场。就是有。咪啊，有一件代志，你敢唔知影？一开始，信强想要入来八零会馆时阵，我有出面替伊找入会方式。因为我知影，伊想要入来会馆，是因为想要探听消息。我嘛知影，八零会馆对伊来讲，都参照办公室同款，所以伊想要来就来，无需要向我报备。咪啊，真歹势。假使因为我之前的行为，让你感觉不爽快，我跟你解释的，以后我一定会注意。我嘛真清楚，咱两人的代志已经过去啊。我希望你卖阁误会我。好，恁阿母讲甲足清楚，大家嘛应该听甲足清楚。
我已经得到我要爱的答案。安尼，朱董，你好，你不是百灵会馆的会员，我无方便继续招待您。警务社长、副社长，多谢您多参加。要不？不，我咖啡我袂啉的。放心啦，我一个饭当够啊好。多谢。咪啊，这咖啡是不是甜唔到杯啊？那面啊怪怪啊。无啊，敢是恁去？我啉看麦。味拢同款啊？绝对无同啦，因为你泡的咖啡哦，香搁特别，迄个味哦，我记了真清楚啦。这杯甲之前的绝对是无同款的啦。这应该就是米娅的办公室。也集团的青木副社长，我来感觉这就明显。副社长，你不是跟丽红在讲话，哪会讲到我的办公室来啊？哦，我原本等你包厢，还阁找无路，歹势。不要紧，副社长无定定来。找无路嘛，就正常诶。你伫外口稍等一下，我叫莎莎给你带路。多谢。是不是感觉阮诶新同事足水诶？咱敢有见过面啊？伊叫做 Yuki， 今仔日才为下港来台北，恁无可能见过面。歹势，是我认唔到人啊。明仔日，拄只迄个人。不要紧，无重要。伊是上野集团青木副社长。你跟我识识？不识识，可能是我大众脸。你这么水的面，哪是大众脸？查甫人就无理由来霸凌会馆。Yuki， 你无经验，一开始上班确实会拄到这些状况，有时阵真正会拄到识识的人。若是有麻烦，免惊，有明仔姐甲其他的姊妹，拢会互你支援。多谢米娅姐，我了解了。我一定是伫个倒位看过迄个查某，而且伊拄只闪瞥我眼神，应该是识识我。青木副社长，听讲你找无路啊？哦，是啦。那呢，你会记哩哦？这间是米娅姐的办公室。啊，后摆来是唔通搁记唔着呢？你倒下来。你看，迄米阿到今嘛搁还袂转来，一定是你甲大兄和米阿受气哦，才要气甲买泡咖啡给我啉啊啦。啊，你讲这杯咖啡啉落味，甲你之前啉无同的，咁真实啦。
无你是要问几遍啦？无讲就是无讲啦，啊，差那多你也无讲话清楚我啦。你也毋捌啉过啊？甲你讲是有效哦。啊，这杯啉落，敢无你之前讲迄种提神的感觉啊？无啦，无啦，不是话干老迄种话，是要摕酒干那有共共的感觉啦？啊，你有清楚我啦？安怎？什么拢找无？要么去阿明阿花现，卡才无代志。文东讲这咖啡啉起来啊，甲之前无同款。我咧想啊，应该有人通报咪啊，讲咱要来，所以咖啡叫换过。哎、欸，文东，咪啊，你那无螃蟹的咖啡来？我倒去办公室检查我的器材，我确定冲咖啡的过程无啥物问题。这杯咖啡甲之前拢同款。啊？而且你专门的豆啊，拄啊好无啊，嘛无所在通补，所以你若想要啉，就干那一杯。唔是啦，不过迄杯甲之前的就无同款啊。明姐。拄则迄个夫人，敢若对咱店内咖啡足有兴趣呢，佫特别走来看，敢是咱的咖啡有甚物特别的变化？无唔对，咱的咖啡有餐温柔佮耐心。恁咖啡啉酒的所在有足侪，啊，毋过你知影大家为甚物爱来百灵会馆？迄个大头家。只是想要找一个当放心讲心事的所在，唔免惊有人会讲出去。所以伫会馆内底有一挂代志，听过就好，啥物拢莫问。我知影，姐。头一天上班，敢有适应？同款拢是泡咖啡接待人客，啊，毋过爱学的。够足多，你这么巧，你一定真紧就学会晓。我会认真做工课，报答明阿姐对我的温情。哎，穿你手手，你搁有袂出手，我会报警哦。我好心看你无手绑围裙，甲你斗三工来。你慢个哦，不要紧啊，来，我来倒三个白围裙来。你这个没见笑的查某，你，你哪只没见笑？是头家对我性骚扰？你卖胡白讲，讲我性骚扰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这款假清纯的查某吼，我看足济啊啦，妖怪人的翁。做小三，你上敖啦！你把这句话收倒转去了。啊，我若唔呢？啊！不是啊！我到底为这种人手？这位头家，我对这位小姐起卡动手，我拢认得起来。若是不爱回事嘞，我得给恁店的一身负评，还是给影片好上网给大家先看。你这个小逼狗，你丢到狗，你丢到狗，你！我原本感觉米亚姐已经有够帅气，还想袂到你出去了后，赶快给因负评。我也无答应，因回事嘞，就不爱给因负评。这种人就是欠架势。我迄个时阵就在想，这么温柔、搁这么帅气的查甫人，到底是会做什么工作？想袂到是做酒店的，确实是无想到，不是，应该是讲完全改观。